Shaanxi Shifeng Cement Co. Incorporated, Yaobai Group, located in the Fuping County, territory 570亩，现拥有一条日产4500吨新型干法熟料生产线，年产熟料150万吨，水泥180万吨。公司水泥用于河同高速、沿黄高速、湖白黄高速、西安外环高速等重点工程项目。 近年来，石峰公司牢固树立生态优先、遵循绿色发展的理念，围绕山更绿、水更清、天更蓝、叶更新、城更美五个目标而奋斗。公司先后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、环境管理体系、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审核。 2021年，被国家工信部授予国家级绿色工厂。公司已成为水泥行业领头者为愿景，不断推进绿色工厂建设。在发展的同时，更注重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，不断淘汰落后工艺，积极改造老旧设备，加快先进技术推广，确保各类排放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。 公司大力推进绿色工厂建设，以全面治理泄漏、噪音、烟气、超低排放为抓手，把节能环保、绿色发展列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内容，致力于打造生态环境优美、人与自然相处和谐的现代绿色水泥工厂。如今的石峰公司绿树成荫，鸟语花香。 一个花园式的现代化企业形象已经形成，石峰公司将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生产经营过程中，全力守护蓝天碧水，谱写绿色发展新篇章。